想喝就说啦，买回来炸啊！哎呀，笑得好累啊！你又不知道买吗？没关系，买一支来。给我，那什么，巧克力附近开始生怪了，多两只酷狗，打过去。现在右手边没什么怪，只有左手边你看到那只几只而已。哎，钻石哎，哇，随便乱挖的，这么厉害？前面两只哦，前面两只酷狗，前面有，对，前面两只酷狗。目前没看到你，快了，四颗，过来了，好像八颗的那种，哎，打起来，哇，那怎么那么快就被干掉了？对，八颗的，我看到那枯弓被另一只枯弓射个一箭就死了，嗯，哎呦，杰克就想要挖钻是不是？对，离好远哦，离很远吗？那我们有怪物钻吗？钻石。哎呦，繁星也有了！哇啊！编辑在说了哎、欸，所以附近没有。嗯，空空然后回地表吗？这现在二十可以啊。其实我还蛮忠心的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们很边边，有点边啊。好，做个钻石剑。走。走欸、上去吧、嗯。如果有那个青金石也可以。有，我有挖。嗯，杰克，你可以那个、啊、挖黑曜石。哦，可以。那我挖完再上去。对，甘蔗那些都有了吗？都有。甘蔗皮革。我刚刚原本很少，然后看到一掉落物有好多哦，现在50个。哦，了解。要显示，那也是自己生存的、啊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啊，对啊，好不？然后你的边界有点离我很近啊，近，然后是往你挖的那个方向，对，所以我要走了，我想要从上面走，走，对，赶快走起，要告诉他们的位置吗？好，可以啊，他们都在一起吗？很远吗？离我们的话，看一下，各两个，一位三个嘞。看起来他们也是分散的、欸，居然吗？大家都分散了。哦，三个，两个，他们三个两个，三二分。对，喵哈杰瑞音乐，那边是汪汪跟二零。黑曜石是四颗吗？哦，对，我看到汪汪掉到凤毛梳。哇塞，这么强！他钓鱼了。他们刚刚在钓鱼。这么爽。对，凤毛梳拿到了，对，凤毛梳。玩钓鱼游戏啊！黑曜石不好的附魔书，诅咒他们啊！掠夺三，掠夺三，哦、刷东西用的。你怎么看到的？他们放枪支了。想说你透视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在附在他身上，看他身上有什么？好像没办法。这功能很想要搞清楚啊！哎，他们挖到那个怪物砖。哦，哇！你在他在哪里？我就挖下去好了。可是，反正我出来了，你在哪？在遗迹了。根本没看到，应该是没中心点吗？点。好，那我直接走。哎、欸，他们箱子还没开耶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到那个没看到，我看到你了，团团。要去遗迹探险吗？对，地表那遗迹会有什么？药材。又是药水嘛，飞剑的那些剑。我去看一下。我其实忘记怎么攻略他了，太久没玩了。好像就是不要踩到机关，很多半线钩。嗯，可是机关在哪呢？哎、嗯，机关是被挖掉了吗？哎、欸，是被挖掉了，是不是？我、啊、被你鹦鹉吓到，被挖掉了。哎、欸，遗迹下面你没有挖路吗？没有啊。好，他们的遗迹旁边，遗迹旁边有个路。真的假的？哪里？哎呦，我看一下，你可以来了，杰克，等一下岩浆怎么来了？繁星，你要不要铁装？好啊，这里有七个铁，有多做吗？
然后这边还没烧的一个反正你们三个人嘛，可以打他们两个人的。对，他们那个就刚好是两个人的洞，就是他们在钓鱼的地方。好啊，哎，不对，有一个人跑过来了，他们会合一个人过来了。哦，不过现在汪汪一个人在钓鱼，你们在哪里钓啊？好，我跟你们讲怎么走。你们在那个遗迹门口了吗？对，门口。走进来，快走进来里面。嗯哼，左手边底下有个洞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洞跳下去，然后直接往那个泥土挖。往泥土，右你的后面，前面直走，反进右边，这个泥土，不是反进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哦好，我、哦、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，反进我走，go go go， 他们有一个人在看，哎、欸，消息，汪汪的钓鱼，杰瑞也在那边，也在附近，好好，可是这边人有点多哎、欸，你走下来之后会有一个假的那个墙壁、那個，看到 ID 了，看到 ID 了，人蛮多的、欸嗯，三个，三个人的，三个人一个回来的。嗯，三啊三啊，先蹲一下，好了，先等一下，先撤，先等一下，等他们撤走一个。对，反正他们没有天元兵。哦，等一下又有一个回来了，二零回来了。对啊，他们都回来了，这样四个人的。嗯，他们怎么感觉像是有天元兵一样？尴尬了，应该是只有他们是看到我们了，没有，他们没看到你们。嗯，所以你们那里是很地表还是地底啊？地底，中心点下而已。嗯。他们的 Y 等于35左右，他们现在目前还没看到。那我也往你们那里挖过去。好，我看到隐约一只，他们在烧东西，在做装备了啦。嗯，哦，他们还没有全装是不是？汪汪没全装，然后杰瑞、隐约全装了。哦，你们有岩浆桶吗？有，二零也全装了。嗯。那你们装备够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到。我熊好像又都来了，他们集中了。五个人的话，那还是算了。对啊，现在五个人啊，哎，有两个啊，又回来了。巧克力哦，巧克力，你也在慢慢靠近中。哦，所以很中间。嗯，哎，巧克力往上一点点挖，会看到一个洞。上一点点有一个洞，然后就会连，差不多会连到他们那个洞附近。所以军师，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子？对，军师挖吧。先农还是先？我觉得你们先走装备好了，装备。那我是满装的啦，我是满装。我还没满啊，对吧、啊？我把我的东西全部都给祥青了，七个而已啊。对啊，我没了，身上没了。哎、欸，他记得我这附近有岩浆吗？没有。哦，这附近哦，你这样的声音，他们可能会听到有挖掘声哦。还是你们先来我这啊？我觉得那个鹦鹉的声音早就被听到了吧？没有，鹦鹉留在楼上了。哦，还是你们先来我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附魔的、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你们那你们，我们要先上走上去啊，在团团的脚底直接直线往下挖。哦，好，直往下挖吗？对。杰克要不要下来啊？杰克跑上去了。繁星下来了。繁星的位置也可以，繁星的也可以。好，应该会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洞，没关系，擦肩而过。Go go go go！ 哎，不会摔死啊？不一样啊！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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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不会摔到一个洞，然后旁边都是怪？然后好停。我停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跟你们讲，那个你面向，好，你现在面向一边，好，你的屁股那个边是巧克力那边，屁股那边，对，我在你屁股那，这里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不就是快要挖到他们那边吗？他们目前他们完全这边应该是看不到了，我的高度是20，那繁星给你挖，我先挖，还是我挖，我真是高，你们中间会遇到一个洞窟哦，嗯，要么就往上，往下，有窟窿吗？往上吗？那我往上，上往上往上。往上好的，这边怪有点多，听得出来。我在努力帮你们多烧一点铁，然后不要挖太多。你这样 OK OK OK， 因为再往上还又有一个另一个洞，有窟。所以我现在这个高度可以。好，可、okay、以。哎、前面应该是哎、对，不要挖脚底哦，脚底是直接掉下去了。嗯哼，也可以挖吗？你小心看。挖可以，这可以挖。尽管挖，挖挖。洞窟在你们上面三个。嗯。然后脚底一格，好，是恶魔害的吧？我看到洞窟了，
啊，这个好烦。这边还蛮多铁的，你要小心明条，不要被看到。有，一直蹲着。目前在往上应该是没看到了。嗯，他们是往上挖的、欸，居然吗？往上挖，十分钟其实会那个陷空吧？对啊，陷空。我快到了吗？我们先防汇合啊。挖到了吗？你应该得会挖到。你看，我看你们那里。要给杰克挖吧，杰克不是钻石。我挖我挖我，我看到名字，我看到名字。哦，有，左边。巧克力往左，巧克力往左。你们在哪里？我看到 ID 吗？嗯。我们要去他那边好了啦。嗯。Hello。哦。Hello。他们来了，下面右转。他们都准备往上走。嗯。我们都迅速啊。嗯。我做个箱子，然后你弄。里面有书了，好吧，书在里面。没钻石。好，我用，我用。啊！会不会被看到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怪了。对啊，怪没了。放出来黄金诶、欸，有苹果这东西吗？有那个木台弄出来了。好。需要青金石。然后箱子里的铁都可以收。我收一些到箱子里。哇，看到了，来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青金石放箱子，我没有经验值的。哦，三个钻，哎、欸，九哎，金矿够了。我是，那要不烧一下？大家都复活了。我拿了，我拿了。我没等级了。对、啊，我也没等级了，复不满。稍微注意一下，边界有点那个，对。现在边界如何啊？里面还有一点距离，可是也是要慢慢要加紧脚步。有空的就可以赶快先去挖。还有啦，因为我们刚那条路直接可以往繁星那边刚刚挖过来那边路走上去。青金石拿一半爪、啊，不要全拿、啊，至少留个三四个啊。啊，如果青金石不够的话，看你们啊，我的衣服，赶快挖一些。这边我看到有四个，应该是够啊。青金石，青金石，巧克力，我的衣服在你那边。哦，很少滋润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等级啊！可恶，钻石七包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七个。用你没用、啊，我那就做钻甲啦，做钻甲喽。那、欸、钻甲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八颗要包裤子，整座裤子，那要做裤子啦。那我们要接到他们的洞窟还是？你要不要看要不要接到他洞窟去探他那个圣怪砖？他没有逛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那就一样就往这边走。刚刚他们挖过来那边走。我这吗？还是不是你不是不是，刚刚你们挖过来那边，就是你汇合的那个交叉口。还有铁吗？我要做。这里。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没，我身上有这里，有这里，有这里。好，被你带走了。哦，青金石。Apple，金苹果要给谁？嗨。好，我是哦，好，我在烧，我在烧十个铁。汇合在哪里？哎、欸，繁星这边，熔炉前啊，被骑走了。他自己带我走好了。我放在箱子里，我放在箱子里。直线。哦，然后啊，你们刚是垂直往下的哈。对，嗯。往走了，往走了。繁星这个给你啊，保护衣的裤子，因为我到底那个往前走，到底你看那个鹅卵石脚底，然后往左边，往左上。上面走，先拿走，斜上走，走吧。往中心那里有岩浆。好，走了。或者、欸、你直线挖，直线挖，开始直线挖。这边直线挖。对。后面的你们是不是走过头了？你说我们吗？对。哪里？你们刚会面的那边、嗯，那个通道。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？然后接到光脚，好，等一下，你前面应该会挖到一个有点深的洞窟，哦，挖到了，然后穿过它，直接叠桥穿过它，对对对对对，巧克力的话，我跟过去，我原本想说捞个岩浆，
好，哦哟，一回头大家都没了。我下有岩浆，我下去挖。你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那我这边在烧铁。然后，哎，往下，杰克往下，直接往下，直接往下。对。生化杖会增哦。哎，哦，清怪了，直接清怪不会死，不会那个。对，清怪了。可以直接看的。有没有大秘宝？一堆铁而已，没什么用，没什么东西。一堆铁，我可以多有钻石马凯了，多捞一点。他们的箱子还有一个钻石马凯，还有34分了，要准备上地表、啊，是不是该上去了？四十分就那你们往这个大哥大哥在这边那个垂直洞窟这边往上走。给你巧克力，哦不要哦不要，再往上走吗？在你们放熔炉这边，上面熔炉这边啊，巧克力这边。嗯，上面是不是有一个鹅卵石？他们有在这边、哦欸。我也想捞水，你们有水想捞水捞一下？